觉得很荣幸，言不由衷的也是请到殷正豪导演，还有薛世平、两位在这个戏剧界这么有分量、这么厉害。这首歌想说言不由衷啊，我就想说不要用直线思考去讲感情，所以我是用追查，然后走火入魔的这个概念去讲说，这个情感面有时候大家有时候会钻太深，我会把自己给伤害到了这样子。因为大家都很专业嘛，然后我真的很久没有演戏，所以我就真的会有点紧张。我知道了 ，OK， 然后来再去，我就直接往后飞。枪怎么拔还是什么？那时候怎么办？对，那导演有给我一些指示哦，大概要怎么样松一点啊，还是什么？就知道他内心的压力跟压抑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陈强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厉害的演员就是他，甚至可以帮助到我，给我更多的能量跟力量去表演。跟心灵合作的丢接很好，我觉得那个顺畅感是很舒服的。情绪重的部分。我真的还是觉得你比较辛苦。我就一直在说，我说赤伶这么会演，应该把更多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想，哎，不是我，我不是就是唱歌，所以他也很温暖。就有一些比较情绪重的戏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予一些，你现在还 OK 吗？你还好吗？这样子。没有，就是想要早点回家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因为蛮早起的。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你今天是几点出发？我是6:30啊。你几点？我6:00。我3:30。今天拍摄第一天，明天还有一天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就是很期待。好，就不用，就是不用合作，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我知道他的。也没有这样子，跟好啊，就是很放心，因为不是第一次合作，然后我都是很期待变成观众，因为剪出来的会跟可能想象的不一样，他有他的取舍，然后我也相信他的专业跟他的 sense， 所以我自己也是会很期待最后出来的成品。好，谢谢乐高，谢谢。明日再战，哎，觉得那个这到底要拿回去干嘛？就是你的酬劳了。啊，是这个吗？哇，这个好，商品贴再给你，谢谢世林哥。哇塞，这个是好情勒，我还真的回不了话哎，这真的太厉害了。淡水花一张也要个500。一把甩出去的时候就是自然感觉。甩他好。好嘞。辛苦了，加油，謝謝哦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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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。拍完了耶！拍完了啊、哦！谢谢大家哦，谢谢。导演提早2分钟收工，我们不要给他有后悔的机会，快走，快走。